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V 主播。今天我们又来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直播现场。大家现在正在用餐，那我们今天正好要分享一个有关于疾病的新知或者是平常的症状给大家。那上次我们直播的时候有预告，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院长再次上线为我们直播有关于糖尿病的症状的分享，那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的期待。我们这边也收到了，小编这边也收到了很热烈的回响。那今天我们很荣幸的终于又邀请到了院长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请院长，请院长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好，我们所有台北荣总脸书的各位粉丝，各位好伙伴们，大家午安。院长好，谢谢院长答应我们再次上线跟我们分享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我们知道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他最近在网站上所公告的一些讯息，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在我们台湾有200万人这么多，那每年有25000人这样子的速度在增加。那是不是请院长针对，因为糖尿病疫情又很大，是不是请院长针对紧急处理糖尿病紧急处理低血糖的症状来跟我们分享。好，我想糖尿病是国人最常见的这个中老年慢性疾病之一，那随着罹病人口越来越多，大家也关注糖尿病如何做好正确的血糖控制。在我日常的临床经验里面呢，糖尿病要关心的议题非常多，其中有一个事实上跟糖尿病的急症照护、紧急发生、临床处理非常有密切的关系，叫做糖尿病的低血糖。那这个议题我觉得值得让糖尿病人以及关心糖尿病人的朋友跟家属们一起了解什么叫做低血糖，万一发生了该如何紧急处理才是比较正确的方式。是，所以今天这么重要的议题，我们在院长提到我们这方面的专业的时候，我们当作第一场请院长分享的。那我们请院长为我们分享糖尿病低血糖症状。好，那我要介绍糖尿病的低血糖症状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低血糖这样的症状还蛮常发生的。根据我们自己还有国外的研究发现呢，每一位糖尿病的病人，只要在接受口服降血糖药物，或者是在接受胰岛素的注射，每一年至少有1次到2次，甚至3次以上的机会会发生低血糖。所以，任何使用口服降血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注射的糖尿病人，不管是第一型的糖尿病人，或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第二型的糖尿病人，都有机会发生低血糖。所以低血糖很常见，所以大家必须了解它有什么症状，万一发生了又该如何处理。所以它发生的几率其实是很高的，是蛮高的。对对对，所以临床上我们如何定义低血糖？一般来说，如果血糖的浓度，这个浓度可能是抽血，也可能是用血糖机扎手指测出来的浓度，小于70毫克每100cc 的话，加上有这些等一下跟大家提到的症状，就可以定义所谓的低血糖。当然在临床上的定义，有人认为严格的可能要小于50以上，或者是小于48等等。不过一般来说，我们比较广义的定义，只要小于70加上这些症状，就可以定义叫做低血糖。有哪些症状呢？跟大家说明一下，包括头晕视力模糊，包括心悸蹦蹦跳会心脏会心悸，双手发抖，我们看到有的病人会双手发抖，开始饥饿的感觉，各位可能也会饥饿的感觉，越来越饿的那种饥荒的感觉。那临床上也可能看到会冒汗，那有的病人会说低血糖冒汗，冒汗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常看到的包括额头，包括前胸，包括后脑勺以及背后发生的冒汗，这个可能跟低血糖有关。有些病人可能出现了记忆力没办法集中，我们看到讲话前后连不起来，有可能发生了低血糖，容易生气，甚至更严重发生意识混乱，甚至产生了昏迷等等。那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加上血糖过低，
就是所谓的低血糖啊。大家强调一下，不见得所有的症状都同时会发生，有的病人可能是手抖加上心悸而已，有的病人可能是饥饿感加上冒汗，这个每一个人的症状都不太一样，所以临床上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当哪些症状你可能发生，再加上血糖过低，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主角跟重点，所谓的糖尿病低血糖的症状。是，谢谢院长。那我有问题要帮各位朋友发问，就是冒汗是指冒冷汗还是冒热汗？好，这个冒汗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冒汗的位置可能是在额头、前额、前胸、后脑或是背后。那到底是冒冷汗还是冒热汗，每个人不一样。我们看到了一部分是冒冷汗啊，会有冷的感觉，可是也可能是冒热汗，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低血糖的症状。所以重点就是它的位置，冒汗的位置。好，谢谢院长。那我们对这个低血糖的症状，我们这个脸书直播之后也会把它放在我们的网站上供大家参考。那上次我们刚提到了，我们自从开始要请院长，糖尿病的权威院长来我们直播现场，小编就开始收集门诊病人对于糖尿病的一些迷思以及问题。首先我们第一个迷思，我们要请院长帮我们解谜，就是如果我有糖尿病，怎么就应该是血糖高，怎么还会有低血糖呢？好，我想这个问题很多病人都感到非常有兴趣。我们所谓的糖尿病是指血中的血糖浓度过高，我们才叫做糖尿病。那万一已经过高了，为什么还会有过低呢？这个牵涉到我们血液里面的血糖的调控。我们血糖的调控啊，一方面糖尿病的血糖是比一般人还要高，可是我们吃了降血糖药物或者是接受胰岛素注射，那它的力量是降血糖，把血糖逐步的下降。在临床上啊，这两个中间要取得平衡，那血糖才会比较稳定。可是有时候我们就看到有的病人啊、吃了口服降血糖药或胰岛素，可是今天胃口不好啊，或者是用餐时间没有办法及时，超过了用餐时间。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肠胃不好拉肚子，那这个时候你血糖这个吃进去的食物没有办法吸收，血糖浓度可能高不起来，可是你用使用药物了，你又使用的胰岛素，那血糖就会逐步下降。万一低过了前面我们提到的70毫克每100cc 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手抖、心悸、出汗症状，那就是所谓临床上的低血糖症状。哦，是，那这样子，谢谢院长帮我们解谜。因为我们糖尿病控制期间呢，它还是要定时定量，还有运动。那如果在这些控制的变相可能都有些改变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低血糖的症状。一点都没错。谢谢，谢谢院长。我们还有迷思，第二个迷思是，是不是头晕就是低血糖？刚刚有提到这个头晕的症状，那是不是头晕就是低血糖？好，我想头晕的原因非常多。在临床上，糖尿病人也是偶尔会发生头晕。那很多病人就会问我，那我头晕了就是低血糖吗？其实没有那么单纯啊，因为头晕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晕眩，可能因为内耳不平衡，可能是因为血压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头晕。所以单凭一个头晕的症状，大概没有办法确定是低血糖。如果头晕合并的我刚刚前面提到的症状，包括手抖啊、心悸啊、出汗啊、意识模糊，甚至有机会如果病人在家里自己刚好有自备血糖机，赶快验个血糖，用手指尖的这个一滴血来验个血糖，那发现血糖低于70才能确定是低血糖。所以你要问我说，哎，单纯的头晕是不是低血糖？不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搭配症状，有没有血糖过低确认的哈。这个是在我们跟糖尿病人做卫教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这个问题。是，好，谢谢院长。那我们门诊的病人还有一些迷思，就是低血糖头晕，躺下来休息就好了吗？好，那要跟各位糖尿病的病友们分享哈，万一是低血糖造成的头晕，需要紧急处理的。等一下我会用一张看板跟大家介绍如何处理。可是要强调一下，如果真的是低血糖造成的头晕，确定是低血糖造成的话，躺下休息不会自己好，
一定要接受我等一下提到的紧急处理。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觉得，哎，我头晕啊，我有搭配一些不舒服，我休息一下会好，不会的。如果真的是低血糖造成的头晕，一定要照我等一下提到的方法，不管是自己处理，或是同处的家人或是同学来协助他做这些处理，才有机会恢复，绝对不是躺下来休息就可以恢复了。这个要跟所有的病友们呢、再三的强调跟提醒。好，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还有第四个迷思是，低血糖发生后是不是就要把降血糖的药物停掉呢？这是我们很常有我们的患者我们的好朋友在问的。好，那等一下我们要提到低血糖发生了怎么处理。好，那大部分的病友们啊，跟家属们知道了低血糖的症状，也知道等一下我会提到的这些处理之后，就会跟我说，为了避免低血糖发生、再度发生，那我是不是就药物就停掉了，或是我该注射的胰岛素就不要再注射？这句话讲的不对哦，因为紧急处理以后的低血糖还是会慢慢高起来。这时候你如果不再处理的，不再按时间继续服用你的口服降血糖药物，不再按时间注射你的胰岛素，那血糖就一飞冲天，越来越高了。那对糖尿病人来说，这种过高过低的血糖，事实上对血管，不管是大血管小血管，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伤害。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低血糖发生紧急处理以后，身体复原之后，一定要恢复你原来该吃的降血糖药物，要恢复你继续注射的胰岛素，这样子血糖才能控制在比较稳定的程度。哇，那经过了刚刚三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听到院长跟我们讲低血糖要如何紧急的处理。好，那低血糖的紧急处理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这个平常我们对于糖尿病人的卫教一定会提醒他们，我们也希望糖尿病人共同生活的家人、一起生活的同学们也要了解怎么去协助病人，万一发生低血糖。因为我们提到了等一下这些，如果病人糖尿病的病人意识还清楚，吞咽功能都正常的话，我会建议他自己做这些动作。可是万一他意识有点不清楚，吞咽功能不行的话，还是要赶快送去医院的急诊室处理。好，如果病人或者是他意识还清楚的时候，那也确定发生了我们刚提到的血糖小于70，发生了手抖、是心悸、意识不清、出汗等等的话，如果手边有一些这些食物，这是救急的低血糖的处理的这些食物，一定要赶快吃这些食物，包括我们糖果哈，3到5克的�糖果，或者吃3公克的砂糖，一包一包3公克的话，要吃5包。如果有纯果汁，125cc 哈的一杯果汁，把它喝完，或者是有其他含糖的饮料也可以，120到150cc。如果有方糖哈，3颗方糖也可以哈。不过方糖一般保存比较不容易的，我一些病人这个，除非他事先放在罐子里，有时候会招蚂蚁哈。不过有的病人非常有心哦，他会手边准备这个方糖，他打开的也可以，这个吸收还蛮快的哈。3个方糖，或者是对，有这个可乐，含糖的可乐哦，不是健怡可乐哈，健怡可乐没有糖分，要含糖的一般的正常的可乐，120cc，或者是刚好手边或是冰箱里有这个。养乐多，对，有养乐多的话，这个小瓶的养乐多，赶快乳酸饮料，喝下去也可以。这几种处理方式啊，原则上选一种或两种就可以了。那我们的临床经验呢、只要开始吃了这里面的食物之后，含糖的饮料或是方糖等等，大概10分钟之内，症状就会慢慢缓解。一般大概30到40分钟，所有的症状都会改善了。那这个也是证实前面的症状就是真正的低血糖，因为低血糖发生了，用这个含糖的饮料可以让血糖再逐步的恢复。如果你手上有血糖机，家里正好血糖机的话，我们会建议等你整个恢复了，吃了这个以后30到40分钟之后恢复了以后，
一定要再验个血糖，确定血糖有逐步的上来。好，那这个发生低血糖之后恢复了，下一餐进食的时间可以提早一点，让你吃一点食物。那同时要提醒哦，你该吃的口服降血糖药，该接受注射的胰岛素还是要同步进行，这样子才能确保你的血糖维持在比较稳定的程度。另外有一部分在接受胰岛素注射的，特别是第一型的糖尿病的病人，我刚提到了症状的发生、紧急的处理，30分钟以后验个血糖，确保恢复之后，会建议在1天到2天之内验血糖的频率要稍微再增加一点，要确保你的血糖保持比较稳定，让你的生活形态能够配合这个低血糖，做多一点的几次的血糖测试，这样子会让你低血糖症状恢复比较能够到正常，这个是临床上我们建议病人这样子做的。那我也有看到这个有提到15法则的处理，那是不是也请院长跟我们分享15法则的处理？低血糖的15法则的处理啊，因为这个跟15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叫做15或15法则了哈。那第一个就是刚才跟这边提到有一点关系，说你要进食含15公克容易吸收的这些含糖的方糖啊，或者这些饮料啊，这里面大概加起来大概都是15公克左右，这是第一个食物。第二个食物呢，就是说你症状恢复之后，大概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测个血糖，确定血糖有慢慢开始上升哈。那第三个呢，如果血糖一直没有改善，或是意识还是不清，例如说你给他吃了这个可乐，症状恢复一部分，可是好像没有完全恢复，过了15到20分钟，你可以再吃3个方糖，再看15到20分钟，如果他的症状恢复还是非常慢的话，我们要建议这个要立刻送到医院的急诊室做进一步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的15法则哈。15法则，好，谢谢院长。但是刚刚糖尿病的患者应该非常担心听到糖、吃糖这件事情。请问院长，我们低血糖的时候吃3颗糖又3颗糖，血糖会不会一下子冲太高呢？好，如果各位记得的话，前面有提到低血糖发生的话是吃3颗方糖嘛，大概15公克的糖分在里面，它可以救急，让你的血糖升上来，恢复到正常。那依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啊，3颗的这个方糖即使血糖恢复正常，可是不会冲得太高了。当然除了这个救急以外，下一餐该正常进食的这些热量还是要继续吃，好不好？那该接受的胰岛素注射这个还是要继续。但是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啊，也提醒我们的病友们，发生低血糖之后啊，紧急处理非常重要，自己可以处理的就自己处理，自己万一没办法处理的，当然朋友家人要协助他哦。可是发生低血糖以后啊，一定要做个记录，在下一次你看门诊的时候，一定要跟你的医师、跟你的卫教师，让他们知道你什么时间、哪一天的什么时候发生了低血糖。例如我是3个礼拜以前礼拜二的下午4点钟发生了低血糖，那当时的症状有哪些，怎么不舒服的，后来你是怎么处理恢复的，这些都是跟医师讨论非常重要的病例记录。我想医师会根据你发生低血糖的次数、频率、什么时间发生的，是白天还是晚上，当时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比如说有没有拉肚子啊，有没有吃饭的时间耽误啦，或是你的运动量过多等等，这些来适度的调整你未来的口服降血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的剂量。所以提醒大家，预防低血糖的发生，紧急处理，留下记录，一定要跟医疗团队了解沟通你怎么发生低血糖的，这样子我们医疗团队也可以一起帮助你调整用药，适当的告诉你改变生活的习惯，避免低血糖再发生。
谢谢院长，今天院长所分享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讯息。那我们刚刚的那个低血糖的紧急处理呢，未来有机会我们也是会放在网站上供大家参考。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在大家用午餐的时间，那吸收了这样子的讯息，相信是很有帮助的。不管是对糖尿病患者本人，或者是对家人、对亲友，都有相当的帮助。那今天也谢谢大家的观赏。那我们非常谢谢院长今天的莅临。那大家应该有发现，最近台北荣民总医院的脸书陆陆续续各科部、各疾病、各专科，我们都有请到权威来跟我们分享。所以呢，好朋友们，如果你们对自己的健康以及对一些新知很有兴趣的话，不要忘记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粉丝专页按赞追踪我们。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谢谢院长，可以吗？我们两个可以互相谢谢，对，因为如果他照，我们也可以说谢谢。好，没有，好，谢谢，谢谢老师。